你们记得小时候玩过一款十分经典的塔防游戏吗？王国保卫战作为塔防游戏的标杆，相信带给大家太多的欢乐，也成为很多人的童年回忆。那最近呢， Steam 上线了一款它的新的作品《王国保卫战传奇》。入库一看，好家伙，铁拳竟然抛弃了之前的塔防要素，把游戏改成了 RPG 加战棋的模式，同时加入了12位拥有不同职业技能的英雄，比如坚硬如钢铁的圣骑士、灵活机敏的森林游侠、输出爆炸的奥术法师以及阴森恐怖的黑暗骑士等等。我们需要在游戏中招募他们，同时可以对他们进行升级，学习更加强力的技能，用以对抗越来越强大的敌人。战斗模式呢，变成了战棋模式，所以对比之前节奏慢了很多，但却需要更多的战术思考。哎，直白来说呢，就是没那么无脑了。抛弃了曾经成功的游戏模式，选择一条新的路线，还是很需要勇气的。但是我怎么感觉看到了《环形帝国3》的身影呢？希望这个不会翻车吧。喜欢这类画风的小伙伴可以试试，现在 Steam 上有免费的 demo 可以下载哦。好啦，游戏开始之前呢，依旧希望大家能为本视频点一个小小的赞，没有关注我的同学欢迎点播关注。那我们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哎，首先是一段动画，利维尼亚的都城目前正在黑暗军的统治之下，城堡地牢之内，大兵们加快步伐，任务就要开始了。这里是用一段漫画的形式展现了一下开场的 CG， 看起来有一个盗贼来到了这个城堡当中，这要拯救一个壮硕的肌肉男。没时间废话了，你得赶紧逃出去，等一下你是谁呢，不能让别人看见我跟你在一起。烛光者祝你好运，愿暗影笼罩住你的道路。好吧，哎，这个包裹里面直接一身铠甲吗？就这居然这么简单，他们一定会有后悔的。哎，我们的猛男就是我们的主角吗？好的，游戏正式开启啊。我记得上一座王国保卫战应该是一个塔防游戏，那这一座呢看起来变成了一个 RPG 外加战棋要素的模式啊。好，战斗开始呢，首先是喜闻乐见的交通关卡移动在这里，开始移动，这是对方该做事儿，做完之后呢直接点双击一键直接结束，然后开始。上方是血量，我们有5点护甲以及8滴血，移动到敌人面前，然后确认之后使用一键向敌人发起进攻。嘿，3滴血破掉了敌人的3点护甲之后，再来一刀应该可以把他砍死。对，这里表现出一个生命值和护甲的一个关系等等。我们毕竟是我们这个主角是英雄嘛，所以相对来说血量和生命值护甲都比较高。好，干到了第一个，战斗胜利。教程关卡如此简单，就是大部分游戏的战棋玩法都是这样的，获得一些金币、食材和这个经验值，这个经验值呢是可以升级我方英雄的。然后这里的看起来有点像王国保卫战的塔防模式，但是它实际上是一个闯关模式，我们这里可以直接朝下个区域走。这里看起来有一个弓箭手，掷骰挑战，只要英雄能满足特定条件即可通过事件，就是掷骰子了。让我想起了之前玩的某款游戏，一间牢房内传出哀求的声音，喂，对吧，就是你们吧，我打算逃出去，这里帮我一把吧，有一个游击兵，我们强行撬开铁栅栏。 Nice， 可以。奋力掰了一会儿之后，一根铁栅栏被搬断，搬开的空间并不足以让囚犯穿管，但是铁栅栏可以用撬棍来使用，然后用撬棍的把锁撬开。哦，就是有点解密要素在这里呢。撬开之后获得一个新的英雄，是一个游侠弓箭手，这里选择招募，这样我的队伍当中又多了一名新的随从。好，带来个小弟，我们毕竟是一个英雄骑士骑马，肯定要有一个远程的输出职业。那现在从牢房的逐渐逃亡出去，第一关相对来说比较简单，毕竟是一个教程关卡嘛。嘿，这里有3个游侠盗贼，这里该怎么过呢？你的路已经到尽头了，圣骑士，这些木箱挡住了我们的去路，我在那里过不去，该怎么办呢？这事交给我吧。好，游侠自告奋勇，我会用我的惩戒之盾保护大家的啊。那这里圣骑士学会了第二个技能，就是惩戒之盾远程攻击。我们这里游侠的话只要通过远程，比如说我这有个天梯，我们用弓箭呢直接射爆这个天梯，嘿，炸，直接炸死。那现在呢，游侠的位置，游侠是攻击之后呢可以移动，和骑士不一样，然后在这里结束，完成。然后好，有一些特殊的冷却时间，然后作为我们的圣骑士呢多了第二个技能惩戒之盾，它呢是可以反弹敌方的一次攻击，同时免疫伤害，给自己套一下。哎，让对方射我，哟，你看把自己弹死了，哈哈。但是这边对方未能击穿我方护甲，我们游侠上来用第二个技能是毒箭，哎，射不到，靠，哎，那只能往前走一步，他站位太靠后了，我去，不着急。对方上来送了一波，但是依旧无法击穿我方护甲，我们来一个毒箭直接射死他，嘿，好，让对方伤害更高，并且造成一点中毒效果。
这些每个技能呢在外围都可以看到，也就是说这一座的玩法看起来更加的那个需要操作了。好，因为获得经验值，大家都可以升级了，这边可以升级一下我的吉拉德尔圣骑士，然后升级之后呢可以学会一个新的技能神圣之刃，以众神之怒劈砍一名敌人并施加燃烧状态，对对方造成燃烧，同时石化状态可造成额外的伤害，伤害四点，同时燃烧两点，史诗伤害再加两点，然后就完成它。好，升到两级，看血量、护甲、攻击力以及移速全部得到一个提升。好，这就是人物的升级，现在升到了2000。那下一步呢，我们继续前进，就是走出了这个废弃的城堡，来到了街市之上。我们不小心撞见一群大群卫兵，他们决定利用附近的栅栏群作为掩护把他们甩脱。我们发现叠堆在一起的木箱，万一被他们发现的话，用木箱作为跑路路障借此逃离。这边是可以偷偷穿行或者推翻，我们选择推翻吧。可以看一下 ，nice， 可以，双星级。我们用力推翻木箱，他们滚落一地，然后造成一道临时的障碍，然后便开始狂奔。哎，完成，获得更多的经验值，经验再次提升。然后我们继续往上方走，这里有一个。应该是商店。我们刚一甩脱那些卫兵，就有一个身穿紫色长袍的巫师向我们走来。吉拉尔德，我就知道对抗威利尼亚反抗给予信心一定不会白费，欢迎巫师加入。这边又有一个 NPC 巫师奥数射线，他是以自己和目标之间距离作为基础，就是比如说距离四点，所以最高召唤召了四点，就是我的距离越远伤害越高。这是个奥数光线以及奥数飞弹，可以造成两个飞弹数量可以造成一到两点伤害，就是一个随机的伤害，然后它打击范围高达五点，很强。好，招募，但是明显看到奥术士的血量特别的低，只有三点，攻击距离很远，所以它是一个远程。我们需要我们的英雄挺在前方作为 T， 然后远程的弓箭手和法师向前方输出。好，下一关，我去，两个猛男壮汉，后面还有两个弓箭手，无路可藏，但也无路可走了。又是一瓶装甲卫兵。我的魔法能够穿透他们的护甲哦，要是毒也能行，也就是说对方虽然有护甲，但是我方的技能是可以穿透对方护甲的。来来来来，开始战斗开启，对方上来送了。等一下，我的法师我可以往后走一波，因为他这个攻击是和距离相关，看到没有，奥数光线，他有四个距离可以造成四点伤害，对面只有两滴血，所以直接穿透护甲，对，直接射死，看到没有，对方的四点护甲没有任何意义。然后这里呢采用毒箭的样式毒对方，穿透护甲，好的，直接干掉两个护甲很高的 T。 然后我们的弓箭手的话可以往前走一走，不着急，然后完成。然后对方的射手上来了，不要担心，我们就是说骑士走上去给自己掏护盾，嘿，哈哈哈哈。然后法师再走上来，看一下奥数飞弹，看到没有，五个距离这么远，直接打过去，两点秒掉。好的，再看一下我的攻守继续前进，走在前方，给对方给一个普通攻击，毕竟只有两滴血嘛，对方血量比较低，初始的关卡相对来说敌人都比较弱，就是很菜，不用担心对方会对我们造成太多的伤害，就教我们如何来玩。好，再次获得经验值以及升级，这里升级呢我可以升级法师或者弓箭手，升级法师吧，法技升级。这边获得一个什么技能，冰霜长枪，投出一根附满长枪的冰霜的长枪，对路径上任何敌人造成伤害并施加冰冻效果，伤害只有一点，但是会让对方冰冻，就是动不了，很强。然后看到没有，血量增加，移速增加，魔力上升。好，我们要离开了，看到城墙的口呢有一个巨人在守在这里，这是 BOSS 吗？我们要面对第一关的 BOSS 哦，也是两个普通的重骑士啊，带了三个弓箭手，好菜哦，已经够远了，我们得把你们带回去才能保住我们这份工作。哎，不用担心，打他的话很简单，只要能穿透他俩的护甲，别担心朋友，以后你围巾少不了了。好，战斗开始，看一下啊，对方冲上来又上来送了，然后弓箭手先给一个荼毒之王，好，干掉。然后他的位置，然后弓手往前走两步，但是不要进入对方射手的范围之内。然后这里呢，对方看到他只有两滴血，所以我走在这里直接给一个这个，好 ，T 秒掉，当然这个烟火也行。然后我们的骑士要顶上去，然后给这样吧，骑士对方的弓箭是其实有五点护甲，是无法穿透我的护甲的，但是法师和弓箭手没有护甲，所以把这个盾呢套给法师，因为他的这个上来之后有可能能射到法师，射骑士没事，三滴血没有穿透，
弹射骑士靠，其实掉了一血，他呢？哎，你大爷！好吧，那攻手上，然后这里射一箭，先干他。对方的攻击力还是很高的。然后我们的法师继续往上走，这边来一个冰矛，一条直线把他冻住，他就是只要不受伤，他是动不了的。然后我们的骑士呢上来，没有，哎呦，就在这里不动吧。好，这个盾都没法套，我这个盾还持续，他又在是掉一滴血，没事，骑士的护甲会恢复的。然后我这里弓箭手把他秒了，你看冻住说对方是无法行动的，这边比较适合打那种肉盾。然后往下走，这个法师，法师直接来一个激光，直接射死。好，哎，哦，任何伤害只是破这个冰盾啊！我去，那这个冰矛感觉，我还以为冰矛就是冰矛会抵挡一次伤害啊，它只是个控制效果，但是不要去攻击被冻到的人，否则感觉损失了一次攻击样式啊！哎，好弱，好垃圾。好，拦着他们快跑啊！我们跑出来了，跑太没意思了吧？过了一段时间，我们终于甩掉他们了。我们的骑士带领法师和射手，来到丛林当中。杰拉德爵士，众神慈悲，让我看看您的面前。那些兽人正准备袭击这片被您称为家园的土地，必须阻止他。城堡内传来战鼓声，我们刚逃出城堡，现在面前的村庄遭受到了兽人的袭击。好，那正式开启我们的第一轮。我们要干掉这个兽王。好，第一轮全部干掉，这边获得了更多的等级经验的升级。当然，这个升级点数升高之后呢，可以给人物加很多的属性等等。好，风雨大作，兽人城堡内暗潮涌动，黑暗军正在朝另一方面前进，草原马上会被我们兽人夺下。侦察兵来报，有的冒险者即将到来。好，战斗开启，这绿绿的兽人绿皮怪物，遵命陛下。那还是有一段剧情的，我们开始冒险。在邪恶可怖的克隆塔克怒风的率领下，嗜血兽人一直在这片草原上烧杀掠夺，我们必须让他到此为止。哇去，这么长的一关吗？那行，你有上下两个区域可以选择，这边可以打架，然后也可以有一些事件等等。我们就先往下方走吧，看一下这个兽人，就是有两条路可以选，有一些路是不能打的，有些路就是选了这边，另一边有一些事件可能是没法触发的。但是明显看到我们被兽人包围了，这里看一下啊，两个兽人盗贼，两个兽人弓箭手，他们的血量都是3点，但是这个弓箭手呢，既然是带护甲的，你在逗我，这样吧，我们老大上去给他把他砍死，好，先秒了再说。然后弓手，我们要弓手，这样我们用荼毒箭矢把。这个玩意儿它是4滴血，我的荼毒箭矢伤害应该也是4，应该是直接可以穿透护甲把它干掉的。好，直接搞死 ，nice， 可以。好，然后我们移动，走在这里，因为这是食人花，它会攻击我们。然后我们的法师呢，往下走一步，不着急，这边给他直接上一个这个1、2、3，3格。等一下，等一下，1、2、3、4，好像。距离差了一些，只能打到3滴血。4滴血可以，4格。好的，直接干掉，这样输出最高的。哎呦呦呦呦呦，有盗贼！这样输出最高的两个弓箭手被干掉了。然后你看食人花，只要食人花是中立生物，食人花站在那，它就会攻击任何的人。它帮我咬了一口，来把它砍死。法师呢已经被打掉了2滴血，法师非常的脆弱。那这边我们先下手一枪，把这些敌人全部干掉。好，远离食人花，借助食人花的打击，获得了第一场胜利。OK， 获得应该是有不少的剑值吧，450点剑值以及一个绷带。好，然后看一下，刚上一场战斗呢，我们的法师受伤掉了一滴血，所以我打算使用这个药剂，消除力竭状态，并且回满血。我们生命灵药呢给这个法师，好，把血量回满，然后继续走。这里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比如说什么能量药水消除力竭状态，然后镐头呢可以挖挑战道具，就是挑战更多东西。再往下方走，这里好，就血量不满的时候会消耗这个行李，会为我方回血。我们在树林中穿行过程中，发现地上倒着一根树枝干，上面长满了5颜6色的蘑菇。哎，试着摘下蘑菇，有没有？好，置换蘑菇，蘑菇有毒啊！什么玩意儿？我去，群体，靠！群体掉血了。
我们在一座洞窟里发现几枚硬币，这些硬币一半露在外面，一半掩埋在脏兮兮的地里。这边我决定有搞头我还是先挖不到处吧。我们的直觉可真准，一铲子下去挖到一大笔财宝，300金验值以及一个指环，这是装备。什么东西啊？施加祝福当代提升佩戴者运气，几个节点效果会消失，使用一下，比如说提升一下我们的老大的运气。 OK， 好，这边再次升级，升级的话我觉得升一下弓箭手，弓箭手升一下级。好，这样有一个初来乍到卫士，哇，二级弓箭手可以召唤出一头头土狼，为其所在一方而战，召唤持续时间3回合。哇，这个狼好强，然后弓箭手还多了一滴血，哎，可以 ，nice。好，我们继续往上走。好，每次行动会回血。我们在旅途中遇见一位宿营者，与旅人对话。我们发现一个蒙罩着眼罩的森林精灵正在拿着一双双刃长矛在路边操练，请他加入我们行列吗？精灵摘下眼罩，微笑让我们很好，是时候去消灭那些邪恶势力。自今日起，我的长矛为你们而战。五，新的职业森林精灵，猛推长距离近战攻击。远处伤害3点，它竟然是近战，就是它的长矛可以打远，但是它属于近战伤害的类型的4点伤害。然后生灵弓，精灵会把自己的长矛变成弓，然后相应目标施出魔法剑，范围3点。哇，好强！确认5滴血，它还有一点护甲。这个精灵是近战，但是它可以打出远程效果。好，我又多了一个新的 NPC。我们遇到个失明的精灵守卫者，正在树荫下休息，能帮帮我看吗？我们这里搜寻这棵树吧。2个人2个骰子，总有一个能中嘛。对，中一个，继续。我们听了一下，开始搜寻树木，然后相对比较愉快，获得感谢，哎，获得一个绳子以及这个法师的星级加成，哦，就祝福，有个祝福加成。然后我又升级了，这波升级我觉得这波可以升一下精灵，升一下精灵。这是什么？精灵骑射，举起长矛迅速射出一批连珠炮，箭矢箭支会落在一格区域内对敌人造成伤害，箭支7指，哇去，攻击范围3，好强。然后血量变到6点，护甲变到2点，这个精灵其实也是7。好，我们现在双踢。我们正在赶路过程中发生了争执，大家不仅无法在该路选择问题上取得一致，之前做出各种抉择也引起不满。哎，冷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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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还行，继续成功彼此消除分歧。这里如果冷静不了，应该会 就会有人退队了，我觉得。好，大家血量回满，精灵也是有6滴血，然后2格护甲可以顶在前方作为踢。现在有2个肉盾2个输出。哎呦，有个农夫，他们正准备对村子发起突袭，打还是暴打？那必须暴打，这是一个问题。好，来吧，战斗开始。这是个屠夫，大哥你这个移速是不是有点太慢了？然后看一下这个精灵，果然精灵呢可以移速非常的远，我们精灵顶在前面去，它很强。等等，它是 AOE 啊，我去。那这样吧，这个丢3滴血。我对面这么弱，对面有8滴血，我靠。等一下，这一波难度还是有的，把他先干掉。这个屠夫血量好高啊，他有9滴血，我去。对面还有萨满和弓箭手。等一下，弓箭手招土狼，招出一只土狼。好，召唤土狼在这里 ，nice， 土狼可以撕咬。等等，土狼去切后排，对面的这个弓箭手虽然有护甲，但是对面的萨满没有护甲，我们切后排把萨满切掉。土狼咬一口，好的，咬的地方的法师萨满5滴血，这个屠夫伤害这么高吗？靠，好盾。I shall not fear。然后你往后一些，这个有点强。射，好，把他干掉。好的，那这个盾我白套了，我就应该套给自己。没事，我们的土狼被射死了，但是问题不大，吸了一次伤害。然后这边我们法师往后走，技能魔法爆破，对面有6滴血，对，对面有9滴血，好强。我们的战士顶住，他被藤蔓缠住了，然后他还有3滴血。我觉得先把对方的弓箭手
先把对方的弓手先干掉。好，弓手远程伤害会突破护甲，然后弓箭手往后撤。我觉得我们的老大应该是给自己套个盾的，难受。老大来砍一刀，我未能击穿对方护甲，那把他先干掉。这边现在只剩一个屠夫，只剩一个那个弓箭手了，屠夫已经没有护甲了，所以还好。我们只要保证后排的法师是 OK 的就可以。Here I come。然后 T 呢正在回血 ，T 这边我们继续往前走。然后这里呢，往前走一步，然后射他，一箭给上三 D 伤害。OK， 这个精灵巫师这个效果我还有一点点没有看懂，他这个输出效果。来，这边只剩四滴血了，应该是可以魔法飞弹给他 boss。好，直接 boss， 五滴血直接干掉，只剩最后一个了。然后精灵往上走，毒箭打不到他，靠，难受。Smite the unholy。然后来，我们骑士上来，这边来剑鱼。好的，直接干掉。这个剑鱼是一个 AOE 伤害，刚刚那一波呢操控失误，但是问题不大，我们成功战胜了啊。第二关开始明显看到兽人的这个组合和伤害变得更强了，600点经验值。好，再次升级，森林中获得5个探索节点。这边升级之后呢，我给我的吉拉尔德英雄这边上升众神之怒学习一下。好， OK， 可以，这样他变到了10滴血以及5点护甲，就是更肉了。好的，现在大家都是两星，如果要升三星的话需要两点这个点数才行。那现在大家群体两星都 OK 的，然后我这个角色的话感觉他掉的血掉的有点多，我这边给他磕个药吃药。好，回满，然后之后行走就不会消耗我这个行李了。下位置可以往上方走也可以往下方走，上方这里应该是训练，然后这边呢当然也可以走上面这条路，我觉得从这边走吧，这里看到有一个什么 BOSS 一样的守在这里，我觉得先走这儿。这应该商店可以消费一波。哎，有剧情，有剧情任务，什么东西？大蜘蛛，我靠，有埋伏啊！我操，等一下，这边是一个蜘蛛王，这边是蜘蛛王的血量也挺高，然后一个屠夫，一个盗贼，这样，先用奥数飞弹把这个小蜘蛛先干掉。哎，没干掉，我去，还差一滴血，靠！走上来了。Watch this。然后我们召唤土狼，召唤土狼，然后用土狼把这个咬死。好，我现在五个人，我这个弓手召唤土狼也真是厉害，把他咬死。好，这边土狼加法师三人组把这个 boss 干掉，然后你们俩呢把这个干掉。这儿有个食人花，所以我们可以走过来，然后给他给一剑。OK， 土狼中了一招，但是土狼没死，土狼只是中毒而已。然后这边我们的攻击距离好像有那么一丢丢远近啊，那这样吧，往这边走。哎，难受，我这个精灵现在攻击距离有点近。好，我们的这个老大呢，英雄呢，守在左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剩下几个人把这个干掉，走过来，使用技能，激光波，六滴血。Give me a target。然后这边直接一箭把他射死。OK， 土狼中毒了，我觉得土狼应该要嗝屁了。然后你往这边走走，掩护一下我们的老大。啊，土狼走过来，但是我觉得土狼被毒死了，难受。Here I come。好，老大过来，走过来，给你一刀，杀！小小哥布林，哎，不是小小兽人，胆敢造次，走。OK， 这波就很好嘛，拉开两边距离，然后他还要被食人花咬一口。好，法师过来，法师的魔法飞弹打不到，哎，难受，就这样吧。Watch and learn。然后先给他上一个毒箭再说。好的，然后往后退，我们的远程往后退。Smite the unholy。这个我上在这里，然后套一个这个，
给旁边的，因为我自己护甲还是无法击穿我的护甲的。来，这边来个下雨，还行，别下我这个伤害好高啊！好，这波我们的战术搭配非常的成功，好，成功干掉了这个蜘蛛与兽人的埋伏，获得经验值450。继续往前走，前面这里应该有个训练营的一个场地，果然通过金币可以升级，我有215，可以升给所有人升护甲。那法师最脆弱，哦，每个人先升一波护甲再说，这样我现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护甲，变得好强。 OK， 这个升级好爽。来，下一个位置，这里一位神秘的占卜师向我们走来，来抽一套牌吧，让我给你们算算命。来，抽一张，拿出3张牌，让我们抽取一张，我们选择教皇。人生在世，有时必须放慢脚步，免得走上混沌不堪的道路，这就是教皇的谏言。继续踏上自己的，靠，什么玩意儿啊，怎么获得一个 debuff， 这啥东西，力竭速度减一，主动性降低啊，怪不得我觉得之前一步走不动了，原来是获得一个奇怪的 buff。 靠，现在有个问题，往下走这里是问号事件级别，然后战胜一只狗，还是直接打进去呢？我决定走一下事件，中间有一个钢铁巨人黑暗骑士拦住我们的去路，给我站住，为我军作战需要所有治疗手必须上缴，谈判一下。 OK， 谈判成功。我们站在面前态度坚定，跟他说身上担负着阻止邪教的命运。黑暗骑士给我们递了一瓶药水，800经验值，爽。这个药水恢复3点生命值，哎呦，这个药水这个是回满，用不了，哎，算了，丢弃吧。好，然后又可以升级了，我觉得升级依旧升法师，法师太强了，升法师。哇，火球术吗？变出一颗火球，撞击时会发生爆炸，对一格内的所有作战单位造成伤害，史诗级伤害3点，地面燃烧时间上升，史诗伤害增加。来，哇，这个好强，这个伤害有4点，然后这是1到2点，这是7点，当然奥数射线应该是最强的，冰霜长枪感觉是个控制效果一般。好， OK， 再往下方走，这边进入了兽族的营地，兽人营地，这有什么东西在坠毁了，在闪光。你看人族的矿工被兽人围住了，为了鲜血，来呀来呀，哎，这一次有友军吗？小绿豆咱们现在扯平了啊。好吧，又有鲜血给兽人喝了，这边这应该是个兽王。 I have a spell. 果然这个士兵呢也是可以由我们来操控，这一波史诗级大战。这样吧，法师，这个法师奥数飞弹，这个小人，这种拿大斧头的小人感觉走一步先秒他吧，这个距离更远，武力血 Watch this. 然后招狗招在这里，我要让狗去前面咬这个弓箭手，果然可以。这个我看一下，对方现在全是大肉盾，所有人的护甲都很高。我看一下啊，这边这儿有个弓箭手，这儿有个弓箭手，总共有两名弓，有3名弓箭手，还藏在哪里？有一只，这儿还有一只。先狗，这样吧，狗上去，去切对方后排，只能咬2点护甲，也还行吧，先咬着再说。然后这个你顶上去，吸引一下那个。Smite！ 怎么还有？我这个角色还有力竭的效果啊，走路之后就没法移动了，我难受。往上走，先给法师套一个吧，或者给民兵套一个，给法师套一个，给自己套一个，他顶上行吗？法师应该不会被打了。好啊，小弟，我去，这玩意儿是 AOE 啊，哎，小弟还竟然是我自己操控，啥玩意儿，什么技能，这样小弟可以自己操控啊，那早说晕，小弟可以眩晕，那还行。那小弟你们就全去把敌人控制一波，让他们不要去进攻我，对吧？眩晕一回合，那小弟没事。小弟太惨，哎呦，这玩意儿穿透3点护甲，我这个厄运值伤害太恶心了。
这个角色要死。好，他得晕。哎，大爷的，小弟一回合全没。Knowledge is power. 来，然后特别弹一波五滴血。Watch and learn. 然后这边用毒箭，先把这些拿菜刀拿出来。好，让他中毒。这波敌人很多，然后你在这里不动。然后我的狗呢，狗上去把这只弓箭手，先秒对方后排，先切后排。I shall not fear. 然后这儿再落，哎呦，全没秒掉，真的。You wanna live forever. 还有三滴血，这还有一滴血，走过来强顶，什么意思啊？小心这个 boss， 这个 boss 移速很快，狗被秒了，问题不大。好，闪避可以。我这个角色主要有厄运光环效果，就是很难受，他自己反弹。好，我的老大的护甲还够，可以。他中毒了。这边火球术炸一波。好，顺便把这个 boss 击退。Give me a target。然后这里往上走一波，把弓手秒了。好，弓手的远距离攻击太恶心。然后你射一箭，不要动了，他现在厄运效果一动就没法放技能了，所以直接给一箭。好， Here I come。 然后我们的 boss， 我这个角色把他干了，先秒个再说。 OK， 好，先给对方减员。他在火上做自己吗？这个 boss， 哎，我去，六滴血直接把我的近战精灵给秒了。好，靠，等一下，这样吧，我先过来。他这个 boss 的血量只剩六滴血了，我这个应该是这个伤害是七，应该是可以把他秒了。叫 boss 秒 ，boss 在火中做自己，一直在踩火球，所以他掉一掉的很快。OK， 然后这儿呢，来一发毒箭，等会儿，走过来，我要射他，把弓手先秒了，来发毒箭，把弓手秒了。OK， 好，对方现在没有远程了，对我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然后我给自己套个盾，来砍我呀！这两个兽人移动速度很慢，所以只能砍他。好，反弹了五点伤害，把自己弹掉了。这边直接。秒，这个激光，根据距离相关，七点距离刚好是七滴血。然后召唤土狼，我的召唤土狼 CD 好了，土狼走过来切后排，上来，然后背刺，打了四滴护甲。Here I come。 然后我们的英雄也好了，英雄过来走上前去，背刺，就六滴血，我去，好爽。哇，对方国英雄给了一招大的，但是问题不大。这边直接这样往前走一步，直接激光射箭秒掉。好，战斗胜利。这一波有减员，哎呦，死了一个近战精灵。其实操控方面有一点问题，但是对吧，一切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好，这边因为减员，所以导致他的血量最大值减一，所以这时候呢，为什么要使用绷带，就是使用绷带可以把它这个，你看这个红色的血使用之后呢，它的最大值这个减一的效果就没了。然后能量药水是消除力竭状态，然后这个绷带就用不了，扔了吧，只能拿五样道具，其他道具都是探索用的。然后这边可以给它升级，不是，现在可以都升两星，我觉得升弓箭手吧，弓箭手升到两星应该会更强一些。输出什么技能？反弹，射出一支箭，在相邻最多一格敌人之间来回弹射三次，对第一目标造成定身效果。我去，这是个 AOE。好，我们现在我们的射手最缺 AOE。好，射手现在也是五滴血，三格甲，很强，完成。然后继续往前走，这里有一个使用十个道具，哗的一声，铺天盖地的暴雨倾泻而来。来，找个避雨的地方，有没有？哎呦，难受，又是两个厄运状态。力竭，把这去掉，用这个药水去除这个 debuff， 不然的话，像上一回就是我那个近战精灵没有这个玩意儿之后，导致我很难受。
好，这是一个弓箭手营地，住商店可以买东西。这边买个这个吧。然后回血妖姬有一个，其他东西买了也装不下，物品量不够，就这样。然后继续往上走。好，再回地血，来到最上方的位置，在这里，克如姆塔的王座。我们深入到克如姆塔的领地，抵达了那令人站立的王座。要进攻兽人的最终 BOSS 吗？我们深入到克如姆的领地，抵达站立王座，最终看到那血迹斑斑的斗技场，战斗时刻开始了，冲啊，来吧！好看一下最后一场 BOSS 战到底是什么样。哇，古尔丹啊，这是，那些冒险者就要来了，没人能拦下我的敌人，此事绝不能轻饶。他要干嘛？等一下，他把小弟献祭了，我们抓人回去。太晚了，闪电，我去啊，痛击我方队友。不是，这个人把自己队友搞死了，你们居然来这里，真是太不容易了。不过、啊、我绝不会让你们过去的。来啊，正面硬刚啊，你们啊，那我这些族人怎么还在看好戏？哎，说好的正面硬刚呢？你把自己的队友搞死，怎么叫了一堆小弟过来？兽人们要鲜血，给鲜血兽人族。好，战斗开始。哦，我必须先干掉这帮人的小弟，然后才可以那个什么啊。那走吧，先干小弟。这样，这个萨满只有三滴血，但萨满是个远程的，我们先把萨满干掉。然后走过来看，现在没有力竭效果，就是走关之后还能使用技能。然后希望看一下这个，不是这个打不到。哎呦，他这个技能都是近战的，算了，试一下吧，看一下运气能不能发达。好，拿了，哎，可以秒掉了 ，nice， 中了两波还行。然后攻守我们反弹，定身加反弹，来试一下新技能，反弹定身，丢丢丢丢丢丢。哇，好爽，还被定身了。然后你上来之后盾套给我的近战精灵吧，近战精灵也是个 T， 但是老是死。大哥你在干嘛？你还在上面吟唱魔法，我去，随机吟唱，也就是说这三个区域一会儿会有闪电落下吗？不行，得赶快离开，得赶快离开，否则要被电死了，我去。 I have a spell for this。 往后走，过他，然后走过来，射他。好，一会儿有闪电，所以这边所有人赶快离开。我们往上走，这边。哎，等会儿，哎，怎么是你呀？哎，我去，弓没法进攻近战，靠，那把他射死。然后赶快离开，先离开闪电的位置。然后你走在顶住，这边给一剑，他已经没有护甲。好，等着落雷吧。他痛击我方队友。哎，这法师又在痛击自己的队友。哎呦，受了一剑，没事，他只破了一点护甲，问题不大。未能击穿我方护甲，我们的 T 照样很肉。那气都没血了，好，赶紧把车往上走，然后把这个干掉。好 ，I shall not fear。好，你过来，破下闪电。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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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这个随机性效果太随机了。然后等一下，我弓箭手往那边走，然后背后给他一剑，三千秒，弓手伤害更高一点。You wanna live forever？ 好，踢上来，给你一剑，我踢应该也是一，被他直接干掉。好的，他的小弟呢已经被我全部干掉了，他还闪电够了，
你要干嘛？哇哇！你在劈空气啊？是时候召唤啊！还有，我真正的盟友了。我操的宝！这啥东西啊？五十，吓一跳吧！现在我要自己找乐子，他自己过来了，他召唤了一个。我靠，这血量这也太多了吧！他又开始招闪电，靠！等等，这个位置应该是不会被电到的。好，然后这边，那就先瞄你。这样，我先给他给个控制，给他给个冰枪。啊，免疫冰冻，靠！早知道不用冰枪了，大爷的！顶上去，你有我有盾，再顶上去来。早知道直接打出库了。Give me a target。然后这边是有闪电，所以我躲过来。然后招不了狼了，那先把这个倒掉。Smite the unholy。然后我们的踢躲过来，然后给法师套一个护盾，好，保证法师不被秒。这个盗贼其实很弱的，啥玩意儿？自己被弹了一下，傻逼。好，还有啥？这个萨满呢，其实就是原地一回合之后召唤群体的闪电效果，但是他实际上是不到人的，我直接通过走位，除非对方有控制效果。哎，然后他还有个瞬移效果，搞毛线。哎 Focus Focus 这样我先走过来，然后太秒了。好，然后现在上方这个雷群数有点多，我走过来把他秒了。好，近战萨满。然后攻守现在有个问题，攻守这个位置有一丢丢危险。是的，这个萨满现在狠起来连自己都劈啊，你这个位置是会劈到自己的，你知道吗？好，走过来，这个位置不会贴，但是我砍不到人，所以结束休息，等待护甲恢复。来，你劈自己吧，闪电，他连自己都电，横起来连自己都电。哎，为什么你自己免疫的闪电伤害？你这科学，靠！恶性之辈已经被我选中，哎，怎么又召唤？这是个啥东西？章鱼王，加勒比海盗吗？哎，闹了一局，好，这太猥琐了。走过来，这样我们两个就直接去搞他，把他往死里搞，垫一下无敌血。I shall not fear。 然后走在这里应该是不会被电到，对。然后给一波电鱼，这个是看脸了，还行，打了六滴血还可以。Watch this， 他死了，对。这个位置我不会被劈，所以我选择召唤狼。然后狼呢过来把他咬死，狼被劈就劈了他，我觉得他要死了吧。哦，把他干掉之后他的召唤物又全部消失了，那我还急着打他小弟，我真是哎，好菜哦。这个武士，我方没有任何死伤情况下击败萨克斯瑞德科姆鲁扎克的恐怖统治已经结束了，我们该继续冒险了。好的，那这个 boss 呢就被我们成功干掉。这个 boss 感觉跟个憨憨一样，就知道原地召唤闪电，实际上弱的要死。哎，好的，战斗胜利，那这个区就完全通关，然后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值以及人物的升级，然后呢解锁旋风斩，也就是说在这里呢解锁新的技能，法师还没有解锁，然后精灵巫师也没有解锁。打败这个区域之后，我们的所有英雄解锁，然后获得一场新的冒险《暴云的冬天》和新的模式竞技场，同时解锁新的同伴骑士兽人刀客。我去，之后还可以进行竞技场的打斗。那这边通这个成就也不能给我给一些什么金币之类的嘛？队伍这里呢，我现在就可以选择别的，比如说兽人刀客，是吧？完成装备，把它换掉。法师可以换成兽人刀客，他呢是可以让对方处于石化击退，就是刚刚那几个兽人的呢就可以全部完成。然后我这个角色比如说他已经升级了，就升到两枪，
所以呢解锁了新的旋风斩光束打击，它是个近战连带伤害主要伤害两点，劈出弧光打出一条线，对相邻两名敌人造成伤害以及击退效果等等。也就是说随着战斗提升，比如说我的游侠是吧，解锁了召唤黑暗藤蔓，除了召唤狗宅这个藤蔓呢，可以把对方定身效果让对方动不了，特质额外伤害加二，以及敏捷没有移动功则进行简单移动等等。好吧，整体来说这个游戏的玩法还是非常不错的，有兴趣同学可以去玩一下，我觉得战棋爱好者应该会非常的喜欢。好的，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的王国保卫战的新作呢就在这里结束了，喜欢同学呢不要忘记点赞以及关注一下我的频道，那么就是下期再会咯，大家拜拜。